好，林涛想问一下，因为也是有昨天你先开了这第一枪，就是说党中央这边也跟着拍板了，接下来不会再让柯文哲帮忙站台。那刚刚我们提到的是蔡壁如那个地区比较特殊一点，这个我们的卢市长已经说会继续帮蔡壁如去做辅选，都没有问题的，也会维持帮他站台。那巧心的解读就认为说，如果接下来这个蓝营也不给柯文哲帮站台的话，第一个蓝营一方面也归队了，再来不能站台反而是使得柯文哲很难走出去。但让你帮我们评论这之前，还是得必须要笑这个叶元。他成为本次的最大输家，因为新北党部也已经发布了禁令，所以他今天是赶紧的把这个柯文哲给涂掉，那用这种人像化的方式已经先画赵少康上去了。这个我先评论一下叶元之的看板，基本上呢，我们选过举其实临时晚上只要帆布喷出来有干就可以上嘛，那他是先用这个做画图的方向，蛮好笑，因为他今天就是先把他蓝的部分能补一些起来，然后留一点白色，然后再把赵少康先生的脸用画的方式先画上去。那赵少康这边也很幽默的回应嘛，他说新照片会马上赶过来支援啊。对，基本上你看到高雄已经有议员把跟那个赵少康董事长 的图放上去，所以是来得及的，所以他用这一招真的是很有创意。但是我必须要讲啦，虽然大家知道那是你画的是赵少康大哥，但看起来有点像杨文科县长、就大家解读不同。可是你可以看到就是在整个立委的选区里面，我们昨天发布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基调，就是接下来如果柯文哲主席他想要他表达，我也听到很多声音是他表达他可以帮很多的立委站台，我们是拒绝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接受别人的政党的总统候选人来借用我们的组织盘，借用我们的组织台来彰显自己的支持率嘛，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很明确的拒绝就是这样的站台。可是我觉得今天很多的民意代表早上去送车，今天去跑活动，都呈现两个声音。什么声音？是大家的表态率是振奋的，大家出来加油，这样就对了，往前冲就对了。另外一个声音是我们不需要柯文哲站台。所以我才会听到巧心是这样讲嘛，他说不管党有没有规定，基本上现在的很多的立委参选人他是不会找柯文哲的站台，因为到底是加分还是减分不知道，你可能会吸引一些白银的票，可是你会掉原本是你蓝银的支持者，因为情绪还在，所以基本上不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规定，大家也会这样做。第二个部分我要提到，因为我们推出的是侯康配，人民好康，台湾好兆头，基本上这样子的一个组合，赵少康有什么样的三大优势呢？第一个，他有打过沙卡都的选举啦，很快可以进入状况，在1994年，他就是沙卡都选举的始祖，所以他非常熟悉。第二件事情这一次的总统、副总统的选举加立委，不是只有总统的辩论哦，还有副总统的辩论哦。大家都在讨论嘛，过去吴欣盈第一次在立法院在整个质询的过程是支支吾吾很尴尬，而且他质询的主题叫做贫富差距，网友就说那你的贫富差距，那你怎么拿贵妇包然后质询贫富差距，这是一个大家在批评，在网络上批评的声音。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怕没有人站台了，赵少康他 不只有北北基桃啦，他全国都可以跑，而且他今天你看第一天他就从早跑到晚，等一下我会再就是会遇到赵大哥。为什么？因为晚上6:30，这个云林同乡会的全国理事会要在五股这个工业展览馆办500桌5000人。你看他从早跑到晚，那刚才我听到佩君讲嘛，就是第一场为什么是去这个吕玉玲龙潭坪镇？因为我们是桃园的民意代表，很清楚，因为这一次的立委的关键，龙潭坪镇是一个重点，因为他的白银推出的人叫做赖香伶。你要讲赖香伶，毕竟他去年选过桃园市市长，所以会不会因蓝白合破局导致吕玉玲有所惊吓，或是有所这个支持度有所麻花卷，是有可能的。所以你看赵少康董事长一加入马上切龙潭坪镇，第一场就去坪镇拉吕玉玲，这是造成吕玉玲很大的加分。我猜接下来还有几个选区他会去，包括宜兰，因为宜兰过去台湾民众推出了陈婉慧，他打的弊案确实有一些曝光度，可是黄珍婷会赢啊，黄珍婷会赢啊，不能因为白银影响到国民党的胜选，所以我猜接下来很快也会去宜兰站台。所以你基本上看到侯康配
成型之后，我们的策略、我们的战略、我们坚壁清野、我们所有的态度都是一清二楚。而且最主要的关键，我不知道佩君的办公室应该也接到很多电话，至少我昨天我的办公室接到爆炸，所有的电话响不停，都说做得好，我们看到侯康佩，这是很大的振奋，而且表态率大幅的提高。那他不顺便去一下细致吗？感觉也很需要，就是垫一下赖品妤。基本上会哦，因为我们看到整体的战略哦，赵大哥讲出来了，如果接下来能够把柯文哲 contain 在 20% 以下，那基本上我们是有机会跟赖清德一搏的哦。你看到整个的选举过去，我刚才遇到洪慧姐，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嘛。如果这个台湾民众党跟国民党大家是各自努力的状况之下，那台湾民众党他自己努力啊，他不能来蹭国民党的基本牌，这是一个。第二个，过去在整个蓝白二会里面，或是蓝白二会、蓝白三会，在君悦鸿门宴，大家想嘛，毁约跟公开的故意的设局这件事情是白银还没有针对民意的质疑讲清楚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战局很简单，就是白银要针对自己的争议自己去解释，国民党也很简单，直接对着民进党高度检验。过去这些八八会馆、郭泽铭诈骗集团，因为过去的蓝白合没有版面，九号会所的影片，还有草地弊案、光电，这些全部都会高度的检验，这才是台湾民意看到的方向。所以你看到这个民调，这个民意调查，侯友宜在美丽岛民调是差赖清德 0.3， 而在 ET Today 是差 2.3， 都很接近了。而这个接近是我们还没有完全高度的检验民进党之下，就检验之下就已经接近了，所以后市是看涨。好，但是请教一下，因为我们只要这里请杨明哥帮我们也来看看刚刚提到看板这个事情啦。当然我们今天淑慧议员他也特别分享了他的一个支持者，地方支持者传给他的，就是说为了庆祝蓝白分，所以他的整栋透天的这个广告是免费的，他三楼会让给了侯友宜、赵少康、侯康佩来挂广告，二楼会让给蒋万安，他也补充也会再加上韩国瑜，就国会的这个部分区第一名让他进去，还有游淑慧一起来挂，希望侯友宜可以笃定当选。但是现在目前如果我们讲到国会的选情的话，哦，蓝绿白都要冲刺，国民党现在预估最好状况也许是可以上看到50席，民进党还有15个激战区要很担心，不过他们是希望可以上看到60席的，而白银的部分则是抓大概有8席，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前面这个叶元之的部分，我认为他最大赢家啦，光一个看板他可以拿到10天的曝光率，每天问他啊又合了啊又分了又合了又分了，每天都问他，他是最大赢家。真的也让我们网友何先生也懂，那说原之那块看板已经变成了打卡圣地了，他很有创意。今天很多人都去拍这个所谓的作画的这个现场，所以你不得不佩服叶元之这个博版面的功力。73个区域立委参选人有，目前昨天你知道中选会登记完有300多个参选人，他能够在这10天每天都是声量，可能都排在前10名，你不得不佩服他。所以这个叫做这个无人能出其右啦，这个声量王啦。但是哦，很有可能这个因为下架了柯文哲，所以呢，在那个选区对他选情不见得有利，就是声量有利，但是对选情不见得有利。那个选区哦 ，Z9 都已经表态支持，这个叶元之了，就是上一次参选这个选区的民众党的参选人。可是当你哦，柯文哲一不合，把人家这个立刻用涂掉的方式哦，我不知道这个 face off 这种变脸的模式哦，柯文哲支持者会不会觉得不被尊重？就如同那天马前总统在那边被晾着的那种感觉，会不会惹毛民众党支持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所以这个部分对叶元之来讲不会在选情上我认为还要再观察一下哈。那这一次因为蓝白不合，蓝白不合的状况下，当然我知道现在蓝军哦整个气势高涨，气势高涨没有问题的，都没有问题，因为选举就是要能够让你的相信你的支持者要相信你能赢。柯文哲最大的败笔就是昨天登记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已经大势已去了，昨天他没有气势，他登记的时候带着吴欣盈没有任何气势可言，这是一个大忌。而赵少康昨天在跟这个侯友宜市长的这个
宣布的时候，会让很多蓝军的就会觉得我们士气大振。这个不是说什么我们现在看风向，不是，我们做政治评论观察，很抱歉，就是现实呈现的就是这样。所以你如果你是柯文哲支持者，你觉得不是这样的话，很抱歉，请你让阿北先站出来给我们看看他有那个气势的样子好吗？现在他今天没有，刚刚说没有公开行程，只有几个什么私下的什么研讨会什么的。我认为民众党现在可能要重新盘整一下柯文哲的选战，接下来要怎么打下去？现在他我一直讲他是他的这个危急存亡之秋了。那他接下来可能真的不好选，而立委的部分，国民党不容乐观，真的不容乐观，因为现在民众党跟国民党的彼此的仇恨值拉高了。现在柯文哲支持者对国民党，尤其像林涛这样的人哦，他可能会觉得我打死这辈子都不会投给林涛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不是针对林涛啦，是因为在那一个场面里面，林涛扮演的是那种所谓的战狼小哥哥的角色。那可是国民党支持者会觉得林涛干得好，他是战神哦。所以我说，在这种对立的状况下，大家都忘了，其实我们本来讨厌的那个叫赖清德，现在反而是彼此哦蓝白之间彼此的讨厌，会让立委的选情有更多的变数。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能产生GABA、色氨酸等助眠因子，难怪吃了更快入睡，夜睡得更好。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真的是一大福音。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贝塔胡萝卜素、维生素 K、 维生素 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无塑化剂，无重金属，无人工添加物，无410项农药，无香料调味剂，无防腐剂，无色素，七大保证，七大认证，觉得好安心。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